好。哎，我是阿韵呢。哎，哎，稍等一下啊，马上就到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再见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嗯。大家好，我是代理主编上海大街小巷的阿韵啊。这里泡了几个小时了，奶奶？现在已经两个多小时。两个多小时了，嗯，啊，还要跑是吧？还要跑，明天吃，明天吃，嗯，这个做冷菜的，做冷菜，反正挺脆的。对，这在上海的话也冷菜是有这个的，饭店里面很多的，啊，嗯，饭店里它有，嗯，还有我们几个，没你们这么多，对，对，几个里面上面都是那个调料，啊，像个水一样的，啊。我们这个嗯，油热了，嗯，让它冷下来，嗯，就是放下去。先拿葱包好，啊，葱包好之后，再放这个下去。反正你热够下去，它也滴水的。嗯，是的，有水。嗯，反正这个东西挺咸的，嗯，是挺咸的。嗯，你们喜欢吃，哎，你和牙叔两个喜欢吃。这里有一斤吧？一斤有。一斤有的。嗯。像你们这个一能吃几天呢？吃去做几顿吃的？一顿就够了。一顿你们都吃得完呢？啊，吃得完。哦，你们这么喜欢吃这个？也是有一斤的，还挺多的。嗯。嗯。已经泡了几个小时了，还要泡啊？还要泡。嗯。明天吃，今天不吃吧。今天不吃。嗯。嗯，这个做凉菜的。嗯。嗯。能不能冲爆一下？哎，冲爆一下。嗯，然后再放进去。奶奶今年贵庚呢？小了。七十差不多吧。八十啦。嗯。啊，这个是什么菜呀？这个。荠菜。啊，荠菜包饺子的那个，包馄饨那个，嗯，啊，对对对，这个上海人可喜欢吃嘞，嗯，这个荠菜馄饨嘛，荠菜肉，荠菜肉，荠菜馄饨，嗯，这个你们最爱吃的，你们最爱吃这个东西，香菜，嗯，香菜、荠菜，这你们都很喜欢吃，还有鸡毛菜，鸡毛菜不包馄饨，我知道鸡毛菜你们也喜欢吃吗？放到汤里面，嗯，对，炒面，嗯。荠菜，这就是上海人都喜欢吃的荠菜，嗯，挺好挺好。哎，香菜，嗯，香菜你们很可喜欢吃了，放在里面，嗯，香菜荠菜都是你们喜欢吃的，嗯，都可以放在肉里面。这个有几斤呢，奶奶？一斤，一斤这么多啊？它泡开的，泡开了，对，泡开了有这么多。奶奶80岁了，身体挺好的。还自己做，自己做，小孩要上班了，嗯，小孩上班，关键你身体挺好的，他们也少操心呢，是吧？对，嗯，好，要洗好几遍啊，嗯，不能现在让它进来，啊，进来嘛，那个体液都上来了，啊。它不有那个，我看外面不有卖那种现成的吗？现成的，人家不要赚钱了，嗯。我知道呀，就是你喜欢自己做，自己回来做。自己回来做吗？嗯。吃起来方便一些。哎，嗯，是的啊。人家买十个给你，就是十个吃了没有。是的。我自己要吃嘛，再下两点。对，你自己做挺好的。哎，嗯。奶奶自己买这个荠菜回来做荠菜馄饨。嗯。像这里的话，能做不少馄饨嘛？对呀，啊，嗯，这是一斤，两斤多，
皮质好多。哦，说你眼睛多啊？嗯。哦，眼睛多，那可以。那个肉哎，50多块了，50几块怎么2斤也不到？嗯，现在肉涨价了。嗯，哦，这我看你洗了好几遍，嗯，洗得挺干净的。还要开水泡了好多，还要开水泡啊？嗯。哦，那为什么要开水泡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开水不泡，你洗的脏的，不是生的，碰起来了吗？啊、哦。像这样碰起来怎么说？啊、哦。还要给它散散水。我住在这里已经50多年了。您住在这里面50多年了？啊。啊、哦。我住在这里就有50多年了。啊，那奶奶原来是在哪个哪里过来的？哪个区过来的？区嘛，我还是这个区。哦，还是在黄埔区。嗯。现在叫黄埔区，我们那时候叫南市区。南市区。啊、那你这城隍庙。城隍庙，那不就在这附近吗？我们从小在城隍庙长大的。从小在城隍庙长大的。嗯。啊、我们春节初一这个去跑城隍庙。嗯，就是春节初一到城隍庙很热闹的啊。嗯。那现在去不去了？现在不去了。现在那边不想去了是吧？房子那边都拆掉了。嗯，那边拆掉了，是的。拆掉了。这个奶奶今天晚上住吗？不住。不住啊。明天住。明天住。嗯。好。今天给她洗好，直接开水泡一下，泡了。嗯。再沾沾水。嗯，放冰箱里面。哎，放在冰箱里面。嗯。明天放肉一起包一下。嗯。嗯，这挺好的。这个是多少钱一斤奶奶？这个7块。7块钱一斤呢。嗯。我发现上海人挺喜欢吃面食的啊。面食。我们还是以饭为主。米饭呢？哎，是米饭。我看你们又吃馄饨又吃生煎，这不都是面做的吗？哎，这边换换胃口啊。换换胃口啊。换换胃口，那小龙啊，这些都是面食。哎，但是有时候换换胃口，像吃嘛就吃一点。嗯，我还是每天煮的饭，上海还是以饭为主。也是米饭为主。哎，米饭为主。嗯，好的。嗯，奶奶进去了吗？嗯。好，明天那个中秋节、国庆节，哎，祝您年老身体健康，哦、中秋节快乐，大家合家团圆。哦。然后祝您，你们年轻人也身体健康。哎，谢谢奶奶祝福啊！祝您国庆节快乐啊！啊、哦。哎。大家都快乐。哎，好的，再见啊。啊，再见。哎，好，哎。